摇摆呀，我等着你光临啊。对待只需要认真，梦想藏心间，脱胎换骨争口气，做个好青年。黑眼探光明，逆向寻真理。欢迎来到飞鱼网络培训，我是任鸟飞。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继续讲解一个考，这个考呢相对于其他考来说呢比较特别啊，而且一般的游戏里面我可能也都是会要去找的这样的一个考。是什么考呢？叫做控件输入考。控件输入call，这个控件输入call是干嘛用的呀？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输入账号密码，比如说喊话、聊天啊等等这些作用的。比如说在这里面你想要登录的时候，是不是要输入账号密码呀？啊，或者说在某一些框里面想要跟别人进行一个聊天互动等等这些东西呢？叫做控件输入框，实际情况下它是一个什么编辑框啊？编辑框。那这个时候大家说，那我们一定要编辑框吗？不可以直接调用一个什么账号登录框啊之类的来取代这样的一个操作过程？其实是可以的，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还是输入账号密码，然后点击这个东西进入。当然这不是模拟啊，这跟这种按键模拟是不一样，是内存级别的啊。是不需要窗口出现，也不会有任何的错误产生的啊。模拟按键的话会受很多的条件的制约啊，也会容易产生错误的。那为什么我们不是直接调用一个登录的函数呢？因为啊登录函数呢它里面是极为复杂的啊，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加密解密啊，有很多的这个过程，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简单的封包或者说简单的一个函数，过程特别特别复杂。你可以分析它，可能会要付出分析账号输入call以及这个所谓的按键点击或者说是控件点击的数倍或者十倍以上的精力啊，不值当。达到他们的效率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因为登录你比我快3毫秒5毫秒10毫秒又能怎么样呢？啊，我们不是做其他功能哈。一个账号可能一天就登录一次，3毫秒几毫秒10毫秒5毫秒的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没有什么区别了，然后呢你可能会很难搞定。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基本上都是采用的什么控件的方式。那控件的方式呢，那我们在这里面其实就会涉及到一个账号输入密码输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账号密码输入它就也叫做什么控件输入口。那么我们拿什么当这个突破口呢？一般情况下它的输入我们拿里面的字符当这个突破口啊，字符当突破口。字符中的最容易当突破口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字符长度啊，字符长度。什么叫做字符长度呢？我们先把这个游戏啊附加上。比如说在这里面我们输入4个1 4个2，那这个长度是几啊？8个字符嘛，对吧？8个字符，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搜索8，然后呢不断的去修改字符的长度，很容易呢就能找到长度的这样一个东西，对吧？我们来比如说再输入一个0，那就变成了几啊？变成了9。再输入2个9变成了什么？11。其实很容易就找到了几个，找到了3个。那我们找到3个之后呢，实际情况下呢这里面真的是就这3个吗？啊，真的3个吗？大家说那3个不好吗？那这3个没啥区别哈，这3个是相邻的，这种相邻的你给你100个也没有用啊，因为相邻的没啥区别的，22854B0，他如果找不到他你也不可能找得到，对吧？
他们三个应该就相当于那种血量跟最大血似的，基本上代码都是一模一样的啊。相再远一点的可能会有用啊，相邻的，相邻的，我们说那相邻为什么一样的属性存三个呢？肯定不会。我们来看一看，当你把鼠标挪到111这个位置的时候，来看一眼，他们两个变成了4啊。这个地方啊，实际情况下这两个值表示的是当前光标所在的字符的位置，第四个字符，这个是真正的长度啊，长度只有它一个，而这两个是什么？光标的位置，光标的位置啊。那大家可能说，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存在光标的位置？这种东西就是经验性的问题了啊。嗯，谁也不可能刚生下来就知道这个辣椒是辣的，你怎么知道是辣的呀？别人跟你说你也不会信，尝一口就好了。当你去扫这个字符的长度的时候，你也会去看一看，点一点，然后一点的时候发现变化了，对吧？然后呢，在下一次你扫的时候，你还会去重复第一次的操作吗？不会了啊，你就会本能的知道啊，它会有一个光标的这个吧，来试一下，发现确实是这样，对吧？啊，就跟我们找到两个血量一样，你也会经过第一次的锻炼，再一看的时候，你就会反应过来啊，会有一个最大血量吧，一样的道理，不需要过多重复。然后呢，在这里面我们知道了它的一个字符的长度之后，我们就可以找什么控件输入考了。大家说你有一个字符长度，你怎么找控件输入考啊？我们在输入内容的时候，实际情况下是改变字符长度的。你点一个一，是不是字符长度加了一啊？对吧？所以说，在控件输入考的内部，它是有改变字符长度这个操作的，就这么简单，内存访问关系。所以说，我们只要在这个字符长度上面下个写入段，那么当你输入下段下以后，就可能找到什么字符输入口，输入一个零，段下 ，Ctrl 加 F9 啊，在这个地方我们不用啊，把这个删掉啊，这之前找过的，再 Ctrl 加 F9 返回个456789层啊，差不多了。如果还没有找到，你可以继续返回啊，这下段就断，这也是下段就断，下段就断，我还没有做任何操作它就断了，对吧？啊，一样不给机会它就断了啊，你看全都是，那说明他们不是，就剩最后这一个了吧，再往里面就是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返回的位置，那就只有它了，它要不是空间输入就没有空间输入口，不能说没有空间，就是只能说我们这次就找不到了，输个一断下了啊。但我还验证一下是不是只断一次啊，只断一次，那说明它是什么空间输入口了，空间输入口啊。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参数，首先呢这是9，然后呢点 F8 一个参数，那就是什么一个 push 啊，不能说一个参数，因为 ECX 其实我们说大部分的情况下它也是参数啊，是一个 push， 那这个 call 很容易去写了，就一个 push， 我们来写一下 push 一个，然后 mu ECX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不知道哈，然后 call 一下008F9FA0， 这是我们需要写的东西，然后只要把这个参数跟 ECX 分析出来就可以了。首先呢，我们先去分析一下这个 EBX 是啥东西啊，我们先输入一个1，它是31，对吧？我们输入一个2，它是32。这个时候呢，其实在我们按键的那节课也学过哈，它就是键码，键码啊，像我们的什么这个B 是42 ，A 是41，对吧？那键码呢？它这个0123456789呢，是从零开始30啊，一是31，39是39啊，这么顺序来的。其实这个也是一样，你只要知道一次，在以后看到就知道了。
第一次你不知道需要我告诉你啊，建码。那这个 ECX 呢，我们来看一看是啥东西，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值啊，这样的一个值。然后呢我们点再输，发现它不变，对吧，它不变。数据双容跟随它也可能是一个内存结构体，对吧，也可能是一个结构体，也可能就是要一个这样的值，是个啥不知道，是个啥不知道，没有分析出来啊。那我们就只能先写进来试一试了，比如说写32啊，32，我们来试一试行不行啊，先试验一下，有可能会崩。如果是崩的话，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参数的问题，这个建码跟这个call不可能错了，对吧，对，对战也平衡，32这个参数也对，这个call也对，唯一就是这个 ECX 可能会有不同。那我们来输入一下试一试，写了一个2，我们一个字写了这么多2啊，没问题，我们的空间输入正确了。那这个呢是什么东西呢啊，当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也可以往上追个试试，当然你现在你追不了，我们还没有学结构，它往上追是一个二叉树套二叉树的啊。实际情况下我在这里面告诉你什么呢，指控件对象啊，控件对象。什么叫做控件对象呢，就是这个值代表了这个控件啊，代表的这个控件。那我们如果想去输密码的话，这个值是不是会发生变化呀，我们看看啊。看它变化了吧，这是密码啊，这是密码。比如说这个代表的账号框，这个代表密码框啊，这里面同学呢先这么写着，可是不需要去往上追，因为你们现在还没有学很多的结构，数组二叉树链表啊等等，很多复杂结构都没有学呢。然后呢我们这里面来试验一下，比如说我们先鼠标先放在这儿，我们看鼠标放在这儿的时候可不可以输入密码框啊，鼠标放这儿的时候输密码框是不是出问题了呀，啊没有，是这个地方卡住的啊，还是输入成功了，输入成功了。比如说我们鼠标选中哪儿，这个号都可以输入啊，没有问题。那我们账号密码呢都可以输入成功啊。这里面其实今天的比较简单，我们只要运用一个简单的访问关系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控件输入号啊。在这里面唯一的就是这个 ECX 这个值哈，大家没有办法追，没有办法，因为现在你确实不具备去追这个二叉树套二叉树结构的能力哈。即使你刚开始刚学完二叉树你也追不了，上面稍微有点复杂，估计有个30到50节课以后可能会再考虑吧啊，到时候大家还记得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们可以回来练习一下。那这节课呢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